44岁的千乔恩被蔡少芬问有孩子吗，千乔恩是这样说的，你没有小朋友？没有，全世界各地玩，真的是很开心啊，没有小朋友才能够这样子玩。有小朋友我觉得会比较难。是的，看来真的是没有孩子。蔡少芬作为几个孩子的母亲也只能这样回应，难怪你那么多时间玩，真的是很开心啊。钱乔恩不仅不羡慕蔡少芬有孩子，反而觉得现在没孩子到处玩自由得很，并没有任何的备孕焦虑，甚至一脸自豪地说出去玩都是老公做攻略。我也很喜欢出去玩，我也是自己做攻略。我是我老公做攻略。真的啊，我老公他是做攻略什么的，很幸福啊。你们自己就负责玩。不过陈乔恩都44岁了，再不要孩子恐怕真的很难了。玩了这么多年，姐姐还是要个孩子吧。